这次中了。应该是那个哦，应该是 surfing。你帮我把两根杆子收起来。今天开车过来布里斯本这边河里面钓，看看有没有大鱼啊。这有那个黄金鱼，整只就是金黄色那种鱼啊，看看运气好不好。我刚刚撒网去抓那个活虾啊，这些人也都是要撒网抓活虾，用那个活虾当饵。那我来准备我的钓具哦，先去抓我们的虾子，把虾子啊往在这个兜里面。刚抓的活虾，还有小鱼，就这一只吧，一只跳，就是这个往下。因为这今天的河水比较急，铅带太小了，所以就直接给它挂两颗。线缆是用40磅的，然后直接给它挂上去。捞起来啊！出去了，卷线器要卷松一点。看来你们是我们小打小闹的。给它飞出去。玩玩水，钓点鲶鱼啥的，是，再来组装其他的了。这样会不会太，太深了？怎么太深？不会啊，这样。把这个卸力啊，一定要调整好，免得杆子怎么飞出去。三根沉底，来一根就这个。然后现在那个卷线器啊，我放松了，它只要来咬就会出现那个声音啊，听声音就知道上鱼了。因为这个虾子要甩远哈，我们所以我只能把它穿到它的身体，虽然它会死得比较快，就是为了避免那个虾子在中途飞走了。给它收起来。没事啊，你们钓啊。我们钓全部绑在一起的话，不会啊。没有这个杆子，有前中后啊，有不同的位置啊，它不会缠在一起的。这三根杆子加夜光棒就是我的。这个有前中后，远的、中的、近的，全都摆好了，我们就等时间，等鱼来咬。澳洲的行阿丁，阿成在这边也很多。这根刚刚有来咬。但是应该是小鱼啊，
哎呦，好小哦。又中的那个，那个叫什么 ？Stingray 了。哦，不是鳗鱼。把它引拔上来，这大鳗鱼。哦 ，big eel。大海鳗，不知道这是什么鳗。三指多。快，就直接给它剪线放回去。它又要发作了。OK， 鳗鱼给放回去。哇，刚刚可惜这只拉没录到影。小心尾巴哦！啊 ，OK， 给它放生了。OK， 哇，它拉的也很喘了。不要，这次中了。哦，应该是那个哦，应该是 surfing。你帮我把两根杆子收起来。对，鲈鱼啊，对，直接收了，没有那个卷线器锁紧。感觉多高了？没有，收起来就好了，放旁边。哦，对，现在已经到那个栈桥底下了。对，哇。我可能过去。喂，搞不好是不是鳗鱼啊？不是，力气很大，不是。这里有鲨鱼的。鲨鱼应该看不上这个小虾。大王鱼。对，我觉得是。好，要上山。你这是远处还是近处？近的。哇，要转到桥底下去了。
快出水了。哇，大花！哇，啊，超棒！是大花。是。哇，来了来了。哇哈哈！那个真的是摇了，来了十分钟就钓了一条。哇，会荡！你们真的摇到。That's so cool. Just pure luck. That's first time we come from here. Yeah, from such a close. And we never know how to fish it. Just people would say, like, use a fresh bait. 哇。What do you use, prawn? Only prawn. Oh, just now catch. Yeah. Okay.哇，超大！留下的是吧？留下，哇，这超级大。嗯、那你这样一发到网上的话，你就要来了。不发。哇，OK，、嗯、处理收起来。You have to bleed it. Oh, make sure you bleed. Oh, ready. Be careful your finger, because it might sound spike. I have, I got scissor. Ok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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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se the scissor. 没有，他帮我放血。不要放。没事，可以放那个有腥味。哇，这牛人用手指头去掐那个，哇 ，Cool，Thanks mate， 走，放水，好，进到那个水里面给它吐一下。哇，你这是多少磅的线？四十磅。40磅。啊，没有，这个三十磅。没关系，待会拿水冲出去。我任务完成了，我早上想睡觉。这还早，来再钓吧。好啊，随你。我现在是放血，放那个给它洗一洗。哇，很有力，嗯，超级有力，而且它那个酷的鱼 fighting 很久。是。还是要闪这个？闪这个还有本事了吧？你们哪里人呢、啊？我们无锡。啊，无锡是、嗯。那你们也在水边上太湖啊？对对。所以比较喜欢吃活的嘛。嗯。好 ，OK， 我给它解了。解什么？解钩啊。OK。然后再继续钓。然后你继续。我想我们可能要开车买冰块了。刚刚去加油站都忘了。交给我就行了，去。加油站都忘了这件事情。我直接拎上去，然后解了。我靠，这超大的、欸哦！超大的，直接拎上去。我行李放在我那个帮你放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放这。没有，你先拿掉，然后你站在站台上，我给你拍一张。哇，吃的很深哎、欸。对，你这个线你要留着。好，嗯，好，行，好，这一组呢。给他们录了，哇，隔壁的当地人也钓到了。Is something wrong? Just too much food, man. 身体，那个肚子超肥的。Too much food. Yeah. 我再给我带一些那个东西。哇，肚子吃饱饱了，超鼓的。当地的习惯啊，就是把整个鳃都去掉。这人很壮，用手直接把那个大鳃都扯出来，而且那个鳃都有刺啊，他那个手很厉害。I'm jealous. 哇，钩子。感觉这鱼都还蛮肥的，吃太饱了。哼，哇，也是很大。
现在来到黄金海岸的沙滩，然后这是一个出海口。都是潜水船，带旅客去礁石区潜水的。到家了，来看看这一条有几公斤。Okay, 差不多5.5。哇，到家还是很黄啊，还是很金黄。这个黄金鱼啊，真的很特别，金光闪闪的。它这个须很长。